家好，我是新竹县文化局局长李安瑜。新竹县限定古迹新埔潘屋修复工程这一次得到公共建设优质奖的首奖，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主办单位以及评审团的一个肯定。新竹县新埔镇是一个富有客庄人文特色的小镇，新竹县持续以三街六巷九宗祠来推动我们在地的一个客庄人文故事以及客庄聚落。我们这一次新埔潘屋的工程修复呢，是获得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经费的一个核定，总经费是5042万元，工期呢从107年开始开工到109年，历时了2年的一个工期哦。这一次能够得到首奖的肯定，我要感谢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以及潘屋哦，他们的潘氏家族，还有我们的工程团队黄天浩建筑师事务所，还有润厂有限公司，最重要的以及我新竹县文化局的同仁，在这边要再次感谢主办单位的一个肯定。我们新竹县政府会在杨文科县长的带领之下，持续推动重要而且优质的公共工程。